上课喽！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你的座位上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瑞秋。大家好，我是瑞秋，很考很口喜啊，很开心又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这是我第二次在考老师唱歌。那今天的歌曲呢？有英文歌，有原住民的歌，也有中文歌。那应该大家大部分都听过。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。那第一首歌呢，带来艾怡良的歌。这首歌叫做《一整夜》，那它比较慵懒，比较放松。希望大家会喜欢。Thank you.
穿拥有一切，也和人世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吗？是那个我唱歌最多人的一场了，但今天没有上次唱那么紧张了。对，那接下来就带来下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其实 我跟这首歌也不太熟，可是点这首歌的人对我来说很有点跟他朝夕相处一个月。其实我本身是护理师啊。然后我有一个病人，他在医院待了5个月，然后他一个梦想就是他可以站起来走路回家。那这首歌是他点的，因为他也很爱唱歌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故意闲聊的时候问他说，那你喜欢唱什么歌啊？他就说，哦，就城里的月光啊。然后我就去听了一下这首歌，所以这首歌要献给我的病人，叫《城里的月光》。心上某一个地方。
当然这首歌是不只献给这个病人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美满。